5月23日 Jasper 粉丝团在网上晒出一段小小春的近期视频，视频中 Jasper 穿着绿色横条纹 T 恤，头发剪短，很是精神，他对镜头做出各种表情，十分鬼马俏皮，一双小粗眉既浓又黑，酷似蜡笔小新。也有网友说 Jasper 越长越像鹿鼎记时期的陈小春，纷纷评论这不就是韦小宝时期的陈小春吗？不舍得他长大，但又希望他长大成暖男，带来更多正能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